迎收看缤纷娱乐秀，我是小雨，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王一博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最近的王一博可是流言蜚语漫天起飞，各种的飞来横祸让人眼花缭乱，蹭热度碰瓷应接不暇，难怪粉丝都心疼不已，着实让人替他心酸了一把。喜忧参半的几日真是过得忧心忡忡的。好久不见的王一博这次出现在机场，一身深色系的装扮看起来是酷劲十足，有种重回酷盖风的节奏，整个人严肃了不少，黑色系给人的气场呢就是飒，紧身的小马甲看起来整个人消瘦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拍戏的原因，整个人精壮了不少，看来军人题材的作品就是让人肃然起敬。非常喜欢王一博精致的装扮，看起来呢就是养眼，这次回长沙录制天天向上一定又是开心的哦。刚刚韩哥生日，这次呢估计兄弟们一定会聚在一起畅谈，也希望能够趁此机会抒发一下近日来的各种五味杂谈。王一博出街必备单品就是帽子了，没办法，这顶帽子看起来是特别的黑色系，如果没有衣橱来安利的话，谁也看不出来是个什么牌子，总感觉还是一如既往的王大爷风。如果不是统一的深色系带着足够强烈的酷盖风，我们的是很难把控住这顶帽子带来的画风的。相比更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王一博的斜挎包了，迷彩斜挎包这次终于弥补了之前的小黑包的空缺，迷彩包看起来是好有安全感哦。毕竟一提到迷彩就想到了军人的伟岸形象，再加上王一博最近拍摄的电影《维和防暴队》更是让人心生敬意。如今不断往正剧题材靠拢的王一博彻底要摆脱曾经的爱豆形象了吗？果然是在酷盖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呀。网友貌似关心的重点呢，不是这个酷盖到底有多飒，而是在乎他的同款贵不贵的问题。这个掌握着财富密码的男人出街的装扮每次都是酷到家了，但是他的单品呢如今却是水涨船高的节奏，必须第一时间看清楚，毕竟这个鞋圈财神爷呀，脚上的鞋子是越来越贵，一身行头也是越发的高不可攀的节奏。一场风波过后，王一博让我们感觉到身价倍增了，越发贵重了。曾经的运动系大爷风，如今的精致酷盖风，飒爽的同时还贵，真是乐坏了网友，帅酷了一众二道贩子们。跟随着王一博的脚步，就是让你惊喜不断呢。这次的重点估计大部分的粉丝都是想着看一下帽子下的那个越来越短的头发，非常喜庆而又精神，不知道他的奶标最近有没有收敛，估计呢是低调了哦。每次回天妈那里的王一博啊，整个人都会脚步轻盈不少，不过好久不见酷盖带着滑板出门了，不知道脚伤是否痊愈了呢。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